到了晚上六点，周末夜市便会响起泰国国歌，所有人停下来，表情严肃，以表示对国家和国王的敬意。Yeah, okay. So, yes, las danzas. Ah, sorry. El himno nacional. Through the perilous fight, o'er the ramparts we.走去。据了解，视频中的学校是河北保定联盟西路小学。据该校校长介绍，学校每天都升国旗，孩子们自觉这样做。网友看后表示，00后的爱国方式实在令人感动。